密宗圈架子练的好与坏，对于整个圈速的练习，整个圈速的升华、神话，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。正如密宗圈架子的格局而说云：密宗架子遵循四川，入门受徐蹲三年，万丈高楼搭牢脊，今早圈化不为难。密宗圈架子的训练方法，首先在场地上画五至六米的正方形块，练的时候可以一人练，也可以二至五人一起练。一个人练的时候，在正方形块的东西南北任选一方位；二至五人练的时候，可在正方形块的东西南北各站一人，中间站一人。练的方法，练的时候分上半套和下半套，上半套的练法，那顺时针沿八卦方位做动作，每个方位做四个动作，走完八个方位，正好是三十二个动作。下半套的练法与上半套的练法的动作相同，唯有运动路线和左右时动作相反。因为密宗圈架子它是以八卦阴阳理论为基础的，这样呢，衣裳、衣下，也就是一阳一阴，一正一反，正好是八八六十
第一方位，第一个动作叫先合名词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由预备式开始，两臂外旋，捏手撑钩，直臂上台神前，两臂曲肘，两勾手曲肘向后，由两腋下向身后勾挂。 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叫张推难三。接第一个动作，双勾手变掌，双掌直臂，右身下向前，向上，摆于头上方，然后向身体两侧下落。从肩平时曲肘。 向立手与两腋下向前穿掌，曲腕撑立掌向前推出。第三个动作叫野马分鬃，由上一式开始。
两臂外旋，曲肘收回，两胸前，然后向下向身体两侧分化，至两肩平时，曲肘向前推摆，两背曲肘曲腕。第四个动作叫金刚两背，由上一式开始，两背外旋，曲肘使两掌抱自己的身体，右掌在外，然后两掌变拳上身体两侧冲出，木子左拳。下边是第二方位，方位西南的十个动作，首先综合做一下。左脚向后推一步，右脚随即向后推一步，双拳变掌，曲肘收于两腋前，然后向身体两侧斩击，同时左腿曲肘收于胸前，左脚向左落地，双腿屈膝成马步，左掌平掌伸于身体左侧，右掌曲肘横于头上方，掌心朝下，左掌朝上。第二个动作叫青龙探爪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左转，双腿由马步变左弓步，同时双掌变爪，左爪比内旋，使爪心朝前，右爪摆于身体后侧。第三个动作叫上步朝阳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呈右虚步，同时左爪变拳身腕，右爪变掌向前横于头顶上方。第四个动作叫仙人指路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
向右跨一步，左脚随即向右前方跨一步，右手下落身体右下方，同时双掌与胸前相传，然后左掌立于胸前，右掌变勾手摆于身后。下边我把方位戏的四个动作综合做一遍。方位戏的第一个动作叫黄龙转身，这个动作的要领是这样的，从上式开始接仙人指路，左掌前推以后，用掌背向下拍击自己的左膝盖，同时左脚向后推一步，用左掌心再拍右膝盖，右脚向前迈一步，双腿向前走密宗拳的蹬进步，同时双掌做传导手。这样一共要走七步。这个动作主要练习的就是密宗拳的形步和密宗拳的手法。形步叫蹬泥步，这个手法呢叫传导手。所以传导手啊，就是两掌呈刀子状上下相传。蹬泥步呢，就是身体重心落于双腿，向前走的时候，
上前走的时候，用脚掌的脚前掌向后翻掘，这个动作啊，黄龙转身这个动作，主要就是这个胸部和传导手。第二动作叫凤凰展翅，接上式。动作要领是这样的。它的分解动作呢，就是从上式开始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脚离地要十公分，身体重心乐于右腿之上，同时双掌于胸前，右上左下进行穿掌。穿掌以后，左上变勾手，伸于身体左侧，右掌横夹于头上方。第三个动作叫倒提佛尘，要领是这样的，从上式开始，左脚落地，身体右后转，身体重心落于左腿，右脚提起，离地约十公分，同时双手变勾手，分别放置身前后。这是第三个动作。第四个动作叫游龙翻桨。游龙翻桨的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开始，右脚向右跨一步，身体右转，左脚随即再向上上一步，双掌与身前相穿，然后双掌向左按推，右脚同时向左趟了，右脚向回落一步，双掌向右按推，同时左脚向右趟了，身体左后转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同时右脚向左跨一步，双掌与胸前相穿之后，向右按推掌，同时左脚向左趟了，左脚向左落地，双掌向左按推，同时右脚向左趟了。这是防卫系的四个动作。
下面我们做防卫四，也就是说西北防卫的几个动作。我首先把几个动作综合做一遍。接上式，西北防卫四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叫黑虎掏鞋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开始，右脚向右跨一步，左腿左脚向前摆起，右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身体向右转约180度，然后双脚落地，呈左弓步。双脚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左掌向前抄落以后，变拳收于左腰间，同时右拳向前击出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叫黑虎掏心。第二个动作叫并步撞锤，由第一式开始，身体右转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伸擦，同时右拳用拳背向后反倒，右脚向右跨一步，左脚向右脚靠拢，同时左拳收回以后向右击出，左拳变掌护于右腋下。这是第四防卫的第二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叫走马活鞋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双腿屈起，同时左掌向左前左后抄鞋后收回右腰间。这是第三个动作。第四个动作，西北防卫第四个动作叫骑马坐南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身体重心右移，左腿提起，左脚向前弹踢，向上弹踢，然后左脚落地，双腿屈膝成马步，双拳伸于身体两侧，目视左拳。下面做第五防卫防卫杯的动作。首先把这一防卫的动作综合做一遍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这个防卫的第一个动作叫先去照镜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由上式开始，身体左转45度，右脚从左脚后向左擦步，双腿呈斜步，同时双拳变掌，由胸前向穿后，右掌横于头上方，掌心朝上，左掌变勾手，伸于身体左侧，目视右掌。第二个动作
叫通字顶缨，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式开始，左脚向左移于右脚左侧，脚尖点地成左顶部，同时双掌与胸由双掌与胸前相穿以后，左掌横于头上方，右掌半勾手摆于身体后侧。第三个动作叫蛟龙俯身，这个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由上一个动作开始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双腿右腿屈膝前蹲，左腿平铺伸直，双腿呈左瀑布，同时双掌胸前相穿，相穿以后，左掌平伸于身体左侧，右掌变勾手与头右前上方。第四个动作叫拐芒盘柱，动作要完了，接上式，身体起立，并且左转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然后身体左转270度，双腿盘坐，同时双掌随身摆动，当双腿盘坐时，双掌与头左前上方呈蛇形手。第六方位，也就是东北方位的四个动作，首先综合做一遍，从上一式开始。这一方位的十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叫金鸡独立，动作要领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站起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右腿屈膝上提身前，同时双掌向身体两侧撑掌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叫左通朝拜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落步，双腿左腿呈左跪起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右拳曲肘横于头上方，左拳向胸前揉胯。第三个动作叫霸王伏虎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呈大顶八步，同时双拳变掌，双拳呈八字掌，与胸前呈伏虎状。第四个动作叫关底擦阵，动作要领由上一式开始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同时左掌回拉身前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掌再回拉身前，
双掌立于胸前，现在做第七方位方位动作动作，首先把动作综合做一遍，由上一式开始。本方位的第一个动作叫顺遂推肘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同时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右掌顺势向前推出，左掌收回左腰间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叫顺遂推肘。本方位的第二个动作叫太空钓鱼。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呈左虚步，同时双掌胸前相穿以后变勾手，右勾手平放于身体右侧，左勾手摆至身体后侧。本方位第三个动作叫拆合跨栏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右转，身体重心落于左腿，同时右腿屈膝上提身前，双勾手变拳，右拳屈肘跨于胸前，左拳抱于左腰间。这是本方位的第三个动作，第四个动作叫横担天门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左方落一步，左脚再向左迈一步，右腿屈膝蜷蹲，左腿平铺伸直，同时双掌与胸前相穿，相穿以后，双掌变拳，左拳从身体右侧向下，从身体前向前向上，横担于头上方，右拳摆于身体后侧。
下面做第八防卫发卫东南的动作。首先把本防卫的四个动作综合做一遍。本防卫的第一个动作叫霸王先走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从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上一大步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屈膝成马步，同时右拳屈肘，用肘尖向右方向顶击，左掌抱于右拳子上，这是本防卫的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叫白眼透过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右脚从左脚后向左擦步，双腿撑头部，同时左掌扁拳向左直击，右拳扁掌护于左脸前。本防卫的第三个动作叫燕子朝水，接上式的动作，身体左转45度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同时双掌于胸前向身体两侧擦掌。第四个动作是上步大袖，要领啊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脚呈右虚步，同时双掌请撑鸡爪形与胸前打袖，右掌在上。下边是手势的动作，手势左脚向前迈半步，与右脚靠拢，双爪撑掌自然下垂于身体两侧，目视前方。